们在发作，拜托，这结果当然无法接受，但既然看起来就不怕被那些口水淹没了，稍微是我扫兴，也许该收敛点，嚣张这是种毛病，因为我讨厌收敛，所以我就是从来不会跟你演戏，你爱演的话注意得金马奖影帝，不懂喜剧拼的是品行还是作品，我抄袭你们跟我站在国际情调色，可是无法敲响金的钟，后来奥斯贝台中南高雄一的手，直到今年冬季为那和美国一阵鼓励，唯一不给的就是这块土地，我操，真最不值钱的叫做创业，真最不值钱的叫做创业，真最不值钱的叫做创业，谢谢评审，谢谢各位老师，谢谢你们这些站在上面的人。